彰化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会大会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请面向国旗暨国父一像，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一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恭读国父遗嘱。请复位，主席报告。魏县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同仁、县府各单位主管、各位议会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小姐、先生、女士，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会开议，刚刚已经举行开幕典礼，在预备会议之前。县府昨日有一级主管的人事异动，请魏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啊，议长啊，副议长啊，各位议员、县建、各位同仁，彰化县政府新闻处处长吕进德哈啊，五十二年次，现年五十三岁，他的学历啊，还有考试以及经历啊，大家都对他很旧事也很熟悉哈。就不做啊赘言啊，请多多指教，谢谢。来，谢谢县长的介绍。现在进行预备会议，这次会期总共有四十天，接下来进行第五次定期会大会议事日程。各位议员同仁，现在桌上都有这份资料哈，请史秘书长报告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彰化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会议事日程表，这一次的会议从五月十一号到六月十九号。五月十一号报到，五月十二开幕典礼预备会议，接着议案报告三读会议案第一读会，下午准备资料。五月十三、十四清旗立下。五月十五日县长施政报告，接着。县政咨询顺序抽签，下午准备资料。五月十六，一上次大会决议执行情形报告。二一百零六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编制情形报告，下午准备资料。五月十七到五月十九，县政咨询。五月二十、二十一星期例假。五月二二到五月二十六，
见证质询。五月二七、二八，亲戚例假。五月二十九日，端午节调整放假。五月三十，端午节。五月三十一到六月三号，分组审查会及县政考察。六月四号，亲戚例假。六月五号到六月九号，分组审查会及县政考察。六月十号到六月十一号，亲戚例假。六月十二到六月十五，分组审查会及县政考察。六月十六，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六月十七、十八，亲戚例假。六月十九，综合讨论三读会议案第二、三读会临时动议闭幕，审议事项现无提案七案以上。这次会期总计四十天，各议员同仁对本次议事日程表有无其他意见？接着请史秘书长继续报告本次县府提案。县府提案议案报告，本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议会县府提案七案。第一号案，本县一百零六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提起审议。第二号案，本县一百零五年度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提起审议。第三号案，财团法人彰化县文化基金会一百零五年度决算书，提起审议。第四号案，修正彰化县殡葬管理制条例第十九条条文草案，提起审议。第五号案，本县彰化市东方国民小学经管现有房屋建筑拟办理报废案，提起审议。第六号案，本县社头国民中学经管现有房屋建筑拟办理报废案，提起审议。第七号案，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本府办理一百零六年度提升水产品品质安全统筹计划未上市水产品产地监测等两案，所需经费十万六千元整，因未计纳入一百零六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是编列一百零七年度预算归垫转正，提请审议。以上报告完毕。各位同仁，针对县府提案七案，有无其他意见？没有的话，这次提案就交付审查委员会审查。继续针对宪政问题，各位议员有没有发言的？对，来请林世前议员发言。谢谢议长，县长和各级主管单位，好，我们议会同仁，各位好。我针对铁路高架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那个公务处的处长。这个本会啊，哈，我们本会，有大会有通过有一个所谓的彰化市的铁路高架的一个监督小组。那你每一次到中央去做报告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知会我们本会？是不是应该知会本会？请你先答复一下。来，请公务处长回答。谢谢议长哈，还有谢谢我们林议员对铁路高架化的关心哈。那因为我们议会有一个监督小组，如果议会有这样子的要求，那在我们开会之前哦，需要相关的资料的部分，我们县府会配合来提供。那你已经有几次没有通知本会了？没有啦，那可能之前没有要求啊。我们之前没有要求，那你要求他会配合的。对，我想。我们议会既然有这个所谓的铁路高架化的这个监督小组，希望你以后所有任何的会议都应该知会本会。报告好，我们县府会跟这个小组的召集人有后续有相关的会议，我们会来做相关的研议，不应该知会本会，不要藐视。彰化县的议员还有关心这个议员的。这个案子的议员都能够清楚，你应该让所有的议员都知道这个铁路高架的重要性，让我们议会来支持你的这个工程，因为未来你整个都还要报本会的同意函才能够得到中央的同意，
所以你要拿到本会的同意函，你事先你这整个规划过程都要让本会知道，尤其是我们彰化县议会已经有成立所谓的一个监督小组的，更应该知会本会，不要藐视我们这个监督小组。那第二点，我想这个铁路高架化，我对于你们单位投入这么多的心力，这么长久的规划，然后所做出来的规划单位所做出来的报告都非常有很多的瑕疵。就第一点，你们向交通部报告的时候，必须要拆掉多少房子？是鬼的！你向交通部报告的时候，当天报告的时候要拆掉多少房子？跟议员报告哈。感谢议员非常关心整个铁路高架化推动的情形，那我跟议员报告一下，那个其实台铁他们在估算的基础跟我们估算的基础不一样。你就说你的报告里面，你提出来的报告向交通部报告的时候，那个报告是轨要拆掉多少房子？那个两个的基础是不一样。我们把后面有占用到铁路用地的，包括还有临时轨的，会去租用到民地的，我们都估算进去。我们会跟台铁再去沟通。你还是没有达到本席所要求，你。到底你的报告里面是轨的要拆掉多少房子？要不要告诉你？481的，那个很多是占用的。481啊，对不对？那铁路局提出来的报告要拆掉多少房子，你知道吗？所以我跟议员报告哈，那个铁路局的估算的基准跟我们的基准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把现况的实情把它显现出来。因为我们铁路后，虽然它铁路用地有20几公尺，可是后面很多都被民众占用。那在我们的拆迁补偿条例里面，对于占用的部分，我们也会有一个补偿金的部分。你还是没有针对我的问题答复，你就直接答复我铁路局，你刚去报告，你唔拢咧杜姑，铁路局提出来是爱拆23、25间尔，结果你提出来是爱拆481间。交通处长是非常客气，是安怎一个规划，这么简单的规划，你事先已经规划遐尼久啊，你免甲铁路局妥协，免去了解铁路局的需求。铁路局的需求，未来营运，请问未来营运是啥物做的？未来的营运是谁要做的？铁路局嘛，对不对？未来的营运是铁路局要做，铁路局施工单位、专业单位，铁路局说只要拆掉25间的房子，包括有占用的13间，结果你的规划里面竟然要拆掉480间。跟议员报告哈，人家追。跟议员报告哈，台铁局提出来他的用地范围的时候，他一提出来的时候，怎么会差这么多呢？那个交通部政务次长，台铁局沟通好呢，就已经有质疑他后续相关的。魏县长上任，铁路高架是作为所一要最重要的建设之一。对，我们也。结果，干那，你一个规划拖两年外，还搁咧拖，从基本的资料你都做袂好势。铁路局伊未来要营运的，伊干那讲需要25间尔，结果你爱拆掉481间，你到底是咧创啥？这个只是一个横向的沟通的，铁路局给你的资料你都从来不看，结果你底下底底在拖。跟议员报告好，这个就是我刚才有跟议员解释，我想你这个业者沟通的基础不一样。你到底还要让彰化的铁路高架还要拖多久？跟议员还有议会报告哈，那我们已经迈向前一个很大一步了哈，我们已经到交通部去复审了，而且有一些比较有争议性技术上面的问题，交通部也愿意组成一个委员会跟我们协助哈。那我希望用交通部的角度，能够在整合我们地方还有铁工局还有台铁及营运三方面的共识，我觉得以交通部的角度，比我们以地方政府的角度来整合台铁的意见更容易。我想啊吼，伫铁改局、伫铁路局已经开过几遍的会议啊，结果你上含这个上基本的资料，你都弄，还阁弄唔到。没有，跟议员报告，我们有照现况里面去做执行。自偿率的部分，你提出来的自偿率是3%，那个条件是中央没有给地方捷运系统的时候，自偿率是3%，结果你当场被打脸。人家当场马上问你，彰化县到底要不要立线延伸彰化？我先问你，你要不要立线延伸到彰化？
县长的态度很清楚，在争取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那你的报告里面竟然说台中绿线没有要，我们不同意台中绿线，因为你的市场率是3%啊。我跟议员报告，我们跟铁工局幕僚单位在初审的时候，我们有跟他沟通过。那行政院为了这一次前瞻计划，他对于整个作业要点有所修正。那我们跟他讨论的情况之下是说，整个前瞻计划还没有核定。那你们地方政府以地方政府最有利的情况去依照他的你的财务计划去做估算，所以我们把一部分我们地方需要的负担，我们把它降低，所以我们才来符合现在这个的规定。中央的规定，只要中央有要做捷运系统到这个地区来，你的铁路高架的自偿率就不是这样计算的，这是很清楚。对，对不对？我们可是我们有请问过，那是不是交通部的幕僚单位？我们彰化县政府，我想请县长答复一下好了。你怎么样？你的那个县长，你是不是在争取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公务市长先请坐。对吗？那你的县长答复已经是点头是。处长，你还是请你先站起来一下。你先问，你先问。反正无你到学者，一定我们请。来，请县长回答。啊，主席。麦克风打开。啊，主席回答林议员的问题。其实这个台中捷运延伸到我们彰化，这个本来就是我们极力要争取的。那我们更希望能够用轻轨再延伸到和美以及鹿港，这是我们第二阶段的。所以我们第二阶段轻轨的规划，我们也要争取1000万的规划费用。是，是，好，县长请坐。县长的答复非常的明确。我们是要争取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甚至到鹿港。小英在几月几号也来彰化，彰化县政府宣布支持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结果你事后隔一个月，你的铁路高架的报告里面所谓的自偿性的比例，你却是用捷运绿线，是完全没有捷运进来彰化的啊。处长，你免阁辩解啊！你下唔对，你家己无小心，那是整个报告里面错误百出。所以你到底捷运铁路高架，你到底要拖？我想啊吼，你一定爱开放，予议员监督，予议员协助你。你有问题嘛？你规个干话，甲你做报告，你事先拢唔读好，唔看好，结果你去中央报告，彰化县人伫遐用现水买。从限价，连这个最简单的自偿性的比例你都算错了。好，我还是给你答复一下。来，请那个公务处长回答。好，谢谢议长，谢谢林议员对我们铁路高架化的关心哈。那我再次跟议员报告哈，其实我们已经往前跨很大一步了哈。那再来，那个议员非常关心自偿率的部分，我们是跟交通部的幕僚单位铁工局研究过哈，他是说叫我们先以对我们地方最有利的方案来呈报哈，因为整个前瞻计划还在立法院审议哈。那本来我们的铁路高架我们要自付额要100亿哈，那他另外这一次有修正，我们把它降到68亿里面，所以是才会在这一次的显现是这样子。那个我们事先有跟交通部的幕僚单位沟通过，那如果说捷运绿线现在也在审查，在前瞻计划也在审查，那这两个案子都是我们争取的重要的一个交通计划。那如果过了之后，那相对的这一个计划就要去办修正。就必须要改变了嘛。如果捷运绿线确定要来彰化，自偿率就必须要改变了。所以你的这个部分就是要修正啊，就是要回到完全是不一样的，回到之前的我们的彰化县的自付额就要提高了。所以我当初5月9号到交通部去报告，是以我们彰化县最有利的条件来跟交通部的长官做说明。我告诉你了哈。彰化铁路高架已经画20年了，县长上任来不断积极在推动了，结果恁业务单位所做出来行政效率是这么差。我再提供你一个信息，桃园原本的铁路高架后来变成铁路地下化，伊的报告几个月完成，伊得到中央。得到交通部、得到行政院的支持，几个月完成。跟议员报告，
桃园铁路高架化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我在铁工局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那它从高架化转成地下化，这个除了技术的因素之后之外，也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这个我们可以去理解的部分。技术目标单位，你咧讲讲政治上的问题，不，我说高架化它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伊个争取的过程七个月来完成啦。结果你咧，你县长已经上任两年外，你铁路高架，干那一个目标单位做的规划报告，跟议员报告哈，我们在两年之内已经把这个计划走到复审的阶段，我们认为轨迹的距离。你的市轨轨迹距离几公尺？你说说看，你的报告轨迹距离市轨高架的轨迹距离多少？议员，我跟你报告哈，台铁提出来的部分，它外面没有到四点五米，答案就好了嘛。台铁它提出来的那个是违反他们自己铁路规章，副局长也跟我讲说，他要再去回去沟通修正。这个我们都有去研究过。那你为什么当场不敢纠正台铁的台未来营运交通处的处长主持的会议？你不敢纠正？你提出来是爱你的轨迹是几米？有那个政次马上就询问他说：“你这个后续怎么施工，怎么处理？”你的轨迹是几米吗？我们市轨提出来，依照目前需要的是三十多公尺，三十点七点八米嘛，对不对？台铁提出来的市轨高架轨迹是几米？那个我那个案子，我跟他沟通很多次了。台铁这是未来要营运的，未来要做。如果无论技术上，无论起铁路高架，你的技术拢唔是比台铁较好。台铁伊本身要营运的，伊要怎起的，伊家己清楚。伊甚至全世界所有铁路高架，他都查过。跟议员报告哈。他的轨迹是23米呢，结果你弄出来是30米。宽度啦。OK, 我告诉你，我最后结论了哈，因为不要耽误大家。一摇。你所有的报告必须要送本会议长，必须要送，因为本会已经有一个监督小组，每一遍要去审查，你要接受本会。请公署长，因为本会对本会的议员，然后要让本会的议员知道。好，我最后，你这个业务单位是非常有问题，你监督你是要规划单位帮你做规划，最后你连监督的能力，你能够跟他一起配合。如何做规划是非常完全跟台铁的资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也希望你自己做改善。跟议员报告哈，我们是依照现在所有的规范去做可行性相关的评估。那如果照台铁现在提供给我的计划，我更容易接受，因为它 越容易可行呐、啊。是吗？我愿意更容易接受啊。你的三年就是怎样？你拖多久啊？我是介伊连那个介伊资料提来抄抄。议员，我跟你报告，我是现在参考所有台铁铁路规章，还有台中铁路高架化的建设，去做技术部分、跟财务部分、跟相关可行性的评估。我想你事后你自己懂得改善，你只要把台铁的资料拿来参考，你就不会再拖延时间了。结果你这边是不是完全给了时间？所以这一次由交通部来主导后续的协商，这个高度更好。对了，好，请坐。那请赖院长议员。啊？没有，先给你们的先发表，跟你们不是要讲前瞻计划，先给你们的先发表，请赖院长议员先发言。喂，好，谢谢，多谢议长吼，啊，馆长，啊，咱热心的所官员吼，咱本会同仁，针对着啊，这温热线要延伸来彰化吼，我想所有的彰化人，包括咱民意代表、议员也好、立委也好吼。拢非常欢迎，而且无反对啊！甲真侪重大建设引进来彰化，带动地方欢迎，这当然真好啊！大家拢拍鼓啊鼓励吼，会使讲是真全力支持这前瞻计划、创新彰化吼，台中捷运绿线延伸来到彰化。但是本身所在这个延伸来到彰化啊，伊一直就干来到金马路。未来如果啊，拄只我咧讲起讲。这个铁路高架，铁路高架一旦这个案呐一直无定案的话，伊迄个铁路高架，因为伊主要彰化车站未来要改建为三楼，了后伊要加两个区间车站，一个包括伫金马站，甲一个伫包括伫消防局后壁的南兴站。这个金马站呢，因是伊后摆正做要甲捷运绿线达到双铁共构，
所以讲，你今仔日迄个捷运立线啦，伊若个彰化，伊甲迄个金宝站落停止的话，加做一项是真无彩啦。那安尼，伊无法度含迄个台铁高架化讲过，迄个高架化伊的重要性就显示袂出来。再来，这嘛是县长的政见，县长讲伊要谈彰化县做三班的大陆溪桥。但迄天高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已经来彰化，咱处长来视察，吼、哦，本身嘛有去，啊，已经答应着买啊，啊，五月初九会载通过着溪尾寮，最后会1002公尺，啊，头前500公尺是台中市，后壁500公尺是彰化县，啊，未来会带动着彰化市东区，包括快官、福田、大德、福山里，以及啊，这个啊，台中社区遐的民众要往台里太平。的方便性，甲分园地区的人，包括草屯，要入来市内，要入去台中市的台里太平，而且方便性，唔免阁设立高。啊，这个案已经通过啊。啊，即嘛就讲捷运绿线道上化，因为伊牵涉到这个啊绿线为新乌日站绕过来，经过大陆溪桥，再行过中兴路，行金马东路，入来金马路，高架化一路来到这个一个高宜里。啊，因为这个所在，你如果会使讲是你这么热衰啦，你卖，你迄个铁路高架，那一直无动工，佫无时间开咧，你迄个热衰你来，我讲就较白，你佫干呐佫要佫等，要佫忙，忙讲迄个绿线后摆要佫延伸去河尾佮鹿港，那安尼对彰化市的附带经济效益会使讲是拍折。啊，本身你只买真坦白讲，就所以讲，你是啦嘛真辛苦，你去走啊一撮。哦，你本铁改局，你板桥的20楼开会，本身冇去。好、哦、啊，即届你交通部，5月初9，我冇去。啊，因为啊，咱立委的办公室，啊，甲迄个处长迄个办公室有甲联络，我有到位。啊，所以讲，而且我要表示讲，迄天啊，离迄个开会现场，处长有尾来决议，讲由咱彰化县组做专案小组，含铁改局、甲铁路局。甲县政府、跟干部局遮专案小组啊，了后再要阁开后一届会议。所以讲，你伫后一届会议进前，你迄专案小组吼，爱甲铁路局加强个沟通。啊，而且本身也要问一下啦吼，啊，局长，啊，咱拄则有讲起讲，咱个当然讲，咱个县议会有组铁迄个铁路高架化个专案小组，啊，请问专案小组个成员有几个人哈、啊？是毋是？就阮彰化区的议员，还是北德区的议员，还是所有54的议员拢有？这情况是几个？我唔知啊，是毋是？这请大会甲我报告一下。那个小组的成员名单呢？啊，有我无哈？因为我问过拄则几下议员，讲因唔知有这个小组。啊，我你先说，我摆来先问，吼、哦，你先说。啊，这个，所以讲，处长，请你报告，迄天交通处的处长有要求讲，咱彰化县爱成立专案小组，啊，小组伊是啥物彰化县的哦，县政府哦，小组的召集人是啥物人？啊，小组的成员啥物人？请你甲大会报告。来请公主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赖议员对铁路高架化的关心哈。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监督小组，就我的印象，那个是在上一届县长的时候，议会这边成立的啦。好，我印象中这样，那个资料可能我们那边要。上一届，等一下我们先好，我们先找一下最近。好啊，再来，刚刚议员有关心到那个专案小组要赶快去协调相关，包括刚刚提到拆迁跟技术的部分哈、嗯。这个部分政务次长是才是由铁工局去做召集人哈。铁工局做召集人，对对对。阿哥来嘞，成员嘞。我们彰化县政府还有台铁局，哎，台铁局，对，三个，对。阿哥有无？无，因为会牵涉到的部分是这一些，因为他目前其实跟。我们议会报告其实这一次我们铁路高架化在县长这两年的努力之下已经往前跨了一大步其实大家说铁路高架化已经喊了20年，可是真正有在开始去做可行规划的部分，是县长来了这两年之后，我们才把整个的资料，还有整个的现况，还有跟台铁协商的部分，才去做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报告了那。
目前在5月9号的那个复审会议哈，其实大家也有很多的共识了哈。对，第一个就是为了要满足台铁的运能，还有我们彰化未来的发展，这两个大家都很有共识，所以在这个共识之下，就产生了两个需要去克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地范围房屋拆迁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就是刚刚林议员也很关心的，就是在铁路范围之外，那还会需要用到多少土地哈？这个是我们要再去做厘清的。那再来就是施工的工法，那个台铁局有提出来施工的话，那台铁局施工提出来施工工法是非常的理想，可是会对两边还有它未来的防救灾去有影响到，所以那天政务次长才也有提出相关的疑虑，说那你这样子未来怎么施工怎么处理，所以才请铁工局召开一个专案小组，那在近期之内赶快把这一些定案把它纳入我们的报告里面，再送交通部复审。是，我想我去东港五社交一工处长有讲，讲这个工程的延宕，主要是顶一届咱送去管政府送去交通部是两岸并存嘛，一直甲咱管长来甲些来担任管长，才改定案为原地高下，所以当然是安尼去拖五年外。吼，啊，佫一项就是讲，伊咱管长送的案是两轨。啊，台铁局一边是四轨，啊，当时我们估计的情势讲四轨岸上会面积加宽，会跳到较侪面体。我当第一届立体个时候，我冇讲哦，讲如果你若采取四轨的话，我当时有看咱议员嘛，你也讲安尼会去跳到真侪彰化市市民因的甚物的财产。来麦克风，大概。所以讲。如果若安尼话，到时阵阮凡是若因为安尼，阮变支持者会改换变带队去顶前抗议哦。你去听到人个事，啊，尾啊台铁局二五西郊迄间有讲，讲伊个四轨化个面积，并无去拆到其他个面体，只有去拆到部分个违章，甲包括伫仑平里后火车头遐有21号，甲向荣里3号，以及中乐里。迄、那个台湾旧个往来火车遐有9号包括违章建筑，哦，伊讲是安尼，我记啊真清楚，哦，我拢无提过咧背你看，啊，所以我伫遐记啊清楚，你今仔日伫遮嘛爱真清楚，甲咱个国民，因为即有咧直播，互国民知讲，咱个铁路国际化已经行到复兴个脚步，未来你个专案小组爱加强认真，再后一次佮上铁路局。交通部审查的时阵，咱五万会当一举成功，因为迄天真侪专家学者对着金马站的营运有所疑虑，佮包括恁咱提出的民生佮消防两个地下道，因为上下班巅峰时期会造成车辆拥塞，佮金马佮迄个金中央路桥佮金马路桥的使用率，遐学者竟然伊讲那个还好啊，并不会造成拥塞啊。我感觉遐学者是毋是因为坐伫冷气内底，伊根本无来彰化市，那他彰化人个痛苦，迄上下班是塞到害去呢。所以而且必须要搁甲馆长问一下，甲馆长报告，铁路延线全长9.2公里，彰化市有73里哦，干那安尼经过就23里啊。这23里的里长啊，拢常常甲我本席拜托讲，这个案爱赶紧做个成功，互阮住伫这两里这。沿线至23里铁路两边，赶紧予这啊高计划会当啊处吼，继续碰撞啊地下道甲伊个计绿桥紧卡掉，予彰化市东西两边的都市缝合，安尼才是一个进步的城市。啊，而且你这若做的成功，未来含迄个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迄、那个金马站双铁共构，才能达成一个都市发展一个真个象征啦，是毋是？接下来，馆长你要讲啥？来。来，处长请坐。县长，免啦，我拢替你讲了，对吧？迄西郊迄间就是安尼怪异的嘛。啊，二六伊拄仔讲迄名单迄个，奇怪，但拄仔伫遐看，应该有啦。啊，揣者，阮揣者。哦，揣者啦，啊，揣者啦，如若要报，内底若无我名单，拜托甲我报者。我毋知。我嘛袂期望，等一下我甲因宣布一下，啊，若无我阁甲因报一下。哦，好，是，落来，嘿。等一下食饭的时候，我阁甲因宣布一下，等无等一下大家回会。哦，多谢，以上哦。来，请赖清美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馆长以及主管，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同仁哈。刚才大家都在讲说前瞻计划，我知影讲咱彰化县的前瞻计划哈，总金额180亿。
1.5亿啦哈。然后我们是从台中的那个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然后高铁彰化站跟迄个台铁转接成的接驳计划，即个有咱积极支线哈基础。迄个实施的计划，总共有3项计划嘛，吼，啊，总金额是181.5亿，这就是咱甲中央要争取的，县长是不是要争取的全部的那个前瞻计划的总金额嘛？请，对不对？请处长回答。处长，请你回答一下。谢谢议长，好，谢谢赖议员对前瞻计划的关心，吼。刚议员报告的部分，这三项计划是在轨道建设的部分。那前瞻计划总共有5大建设，那这个是。轨道建设，轨道建设目前有列在前瞻计划里面的计划，哎。那轨道建设这个3项是不是以后对我们中彰投的运输大大是比较有便利啊？跟议员报告哈，第一个就是铁路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的部分，因为这个是在早期台中市做的时候，它只拉到我们彰化市的北边，好。那之前在4月中的时候，交通部贺成部长他有提出来说，我们彰化非常适合发展轻轨捷运的部分哈。那所以县长也要求我们说，要把后续整个绿线到我们彰化，那未来怎么去串联我们北彰的一些其他乡镇的部分，我们这个部分正在评估。我们彰化县有将近130亿的人口，伫公开了伫台湾是上大嘛哈。5都以外，应该是人口数上多的啦哈。对。我相信说，我们的前瞻计划，咱有法多老有法多争取181.5亿的时，相信对咱彰化县，咱的交通也好，咱的民生也好，咱的经济也好，一定会提升的。所以哈，我相信咱彰化县议员有50几席哈，目前有50席，各有议长、各有副议长，拢总50席。大家我们不要分蓝绿，全力来支持前瞻计划，创新彰化。我相信咱对咱彰化县有影响的、有好的建设，咱大家无分党派，尽力来支持哈。处长你请坐哈。好，谢谢。你好，我想要过来请问一下咱的黄茂菊，黄茂菊，咱会知影讲吼。那你养鸡笼哈，实在足可怜的。前阵子阁有禽流感，我都没有内爆发什么 H5N6禽流感、高原病、高病原性的迄个禽流感。然后呢，那时候是有5个县市有沦陷嘛哈，但是我觉得咱彰化县政府处理了，农业处处理了袂歹哈，家这拢克制住了。但是呢，最后这几个礼拜，咱拢会知啊，咱的鸡啊，咱的鸡卵内面阁有带奥辛。带奥辛这个物件，10几年前咱伫彰化起源，就是伫咱的山西遐嘛吼。前两天嘛，还阁媒体伫咧关心讲，咱遐山西已经10几年啊，即卖还阁会使复阳咧。啊有，我看有，伊咱县政府农委会这边，咱的。管政府这边、环保局这边有发一张，讲因会使阁继续来饲啊。问题是，咱的断层10几年来，咱进前饲鸡啊、饲鸭，这些农民啊、这些鸭农啊，已经拢年事已高，要叫伊阁富养，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然后呢，年轻人想要接班，阁发生着部长。环保处长，这是要问环保局，还是要问农业处哈？到底咱家消费这40000只只啦，包括是鸡卵也好啦，吼，鸡啊只嘛好，到底即马咱台湾这个带澳新的卵，到底问题出伫倒位咧？我看咱县长嘛足积极啊，因为咱的知道咱彰化县，咱的卵鸡卵有几条对咱彰化县平均。就几粒，内面是两粒，还是几粒？就是咱彰化县出产的嘛，对吧？是2颗吗？还是几颗？哈，我看一看，我忘了哈。对，咱彰化县出产的啊，我请问哈，现在沸沸腾腾，咱这个带澳新的蛋卵，到底是什么原因呐、啊？
咱即卖消费者拢会惊呢，那听到人，咱会知影讲五日坐到啊，大家拢要白肉粽内面要白一两年啦，啥物个？大家唔通唔通，唔好白两年，两年内面到底有毒无毒？唔知。咱彰化县是毋是农业处这边，还是环保局这边是爱甲农委会这边要求，还是甲环保署这边要求？到底问题出伫倒位？拍摄局长，我不知道是要找那个。农业处还是环保局？请农业处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赖议员对这次鸡蛋里面带药锌含量的这个被检出的问题的关心。到目前为止，带药锌这一个的来源，农委会那边还在追查当中。你们还在追查？都已经发生多久了？哎，四万只已经被扑杀，啊，人已经销毁偌济，即马搁在追查。你们追查的中间是毋是万只发布这个消息？你会知影，你影响到咱彰化县咱这一家咯？你叫因的生计如何啊？咱对咱彰化县生的个人，大家够有，敢会食了会安心嘛？这是不是咱政府机关咱来保护咱的养鸡户？我跟你讲，这些饲鸡啊，这些拢已经默默地在凋零，这些老伙拢根本年事已高，八九十岁，你叫伊搁饲，情何以堪？少年人要饲，拄到安尼事，伊要安怎饲的咯？到时一个拢被扑杀，无唔对，你一定会讲扑杀，我们给你赔偿，你们赔偿也是现有的。那你们有想到说往后呢？今年给因扑杀，给因赔偿，明年无鸡啊，无生鸡卵，你叫因的生计咧？你叫因是要怎做这款工课？咱彰化县既然鸡笼拢饲卵的遮多，咱是不是要要求中央单位，恁无发现真正有问题，袂使甲咱发布，好搞得人心惶惶。咱彰化县损失爱偌济，我知咱县长嘛做照顾咱的县，咱这鸡笼这饲这精神啊，这嘛做照顾。但是一个新闻发布出来，伤到偌济人，消费者敢敢食？唔敢啊！咱你讲县长嘛安定人心啊，嘛踮啊伫咧煮鸡卵啊，伫咧讲咱的彰化县这鸡卵是安全的，他跟中央是毋是？伫咱彰化是农业大县，饲鸡啊嘛是咱彰化上济。啊，你干那一个凊彩讲者，到底是水源的关系、饲料的关系、空气的关系，任何一个关系，咱爱改这细节，找个好势再来讲啊。你无讲的是影响偌济，然后你刚才佫甲我回答讲，还佫伫咧问，还佫伫咧找根源。那你找根源的是为什么发布？咱对咱这饲鸡仔拢哪有公平？你是不是原来甲咱中央？是不是我可以说明一下？你说。是，事情接到这个第一手资料的时候，就是我们环保局、卫生局和我们农业处是在4月21号的清晨，大概在7点的时候接到这个消息。那因为那一天农委会那边也有要求我们说有人员能够到现场去再采样送验，那我们人员也有派出去之前，我也要求他说如果有农委会的长官在那里，或是有卫福部的长官在那里，你要跟他强烈要求我们这边的状况，如果源头还没有确定以前，希望他不要在下午，就是那一天的2点半开那个记者会，这样会伤到我们所有的家禽业者。那因为这样跟他反映以后，可是没有得到回应了。你看，海西咱彰化县的饲鸡啊，这家禽业者呢，是你看人心惶惶。五日节到啊，我拄啊讲的迄卵，有人敢食无？对不？啊，其实食我相信无问题啦。啊！恁都甘愿在，甲只我拄仔讲的遐到底啥问题，拢查无好势。媒体已经发布是大家惊到要死，拢无人敢。那听到咱彰化县的死的卵，大家都惊。安尼对咱的鸡仔农是非常无公平。你是毋是伫这个会期间，咱是毋爱甲中央反映，讲你安尼影响到阮彰化县这家禽业者，生理偌济？是毋是爱安定人心？你爱拜托因紧甲即个起源是倒位的关系，
要紧查好清楚，若无关系嘛，爱互遮个鸡仔农一个清白，死去迄四万只，去用扑杀迄四万只，互因一个公道，安尼好不？好。啊，紧搜索要查好好哦。是。医生，谢谢。谢谢。那个刚才那监督小组哈，召集人是曾世勇，然后委员是林世贤、赖安章、张东正、张玉、白玉如、张汉天、林茂明、黄玉芬。陈蒋秀梅，还有想加入的再来跟我讲，好不好？好，无咧，迄阵一般阮是拢排九个啦，啊，你若要去参加，我个爱。无啦，伊即阵你若要去入去，你个我个爱去帮，我个甲你找一个倒爱倒徛的啦。不要紧啦，我来找一下，互恁倒起来。你要加入，我来纳入名单就好啊吼。那我弟，换你发言了。安尼个。阿局长、馆长吼，各位主管、各位咱迄个议员同仁吼，每个其他朋友，啊，二十一号黄义宽吼，第一次发言吼。啊，赖清美赖议员咧讲五日节到吼，啊，五日节个人真重要。那我是感觉讲即将来临的，就是母亲节来得比较重要。啊，首先向在场的所有当妈妈的，祝你们母亲节快乐。今天哦，第十八届第五次的这个定期大会，现在来正式开始啊吼。那么大家针对。针对这个铁路高架啊，吼，所以的规划，这个工课啊，吼，我相信讲，那为顶一届，讲到这嘛，伫一百年开始积极来规划，为第十七届时，我着实际上拢有来咧参与，过来发言，吼，过来建议，当然。咱这个铁路高架这个小组的事，无甲我列入的事，我是感觉讲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呀，吼。不过伫五月七号，本席甲咱张议员、林世贤议员，我就陪同馆长去交通部开这个复审的会议。一次我去参与。我看到的，我感觉讲，顶一届也好，这边为馆长来就任的时咧，连续两次去交通部来参与这个问题咧，针对这个议题咧，我感觉这边咱非常的有进展，尤其是咧，伫十几个评审委员，拢是学者，拢是主管机关。因所评审倒出来的，我会使非常清楚。如果我若是甲因同款的立场，我嘛是同款会讲负面、讲批评、讲不实的工作。这就是评审委员。如果因若逐项拢好，咱唔免今仔为一百年讲到即嘛。不管两轨、四轨，不管两岸并程，不管原地高架，会延宕遮久。但是呢？我要来肯定讲，魏馆长，自从你就任的时咧，真来重视这个工作，因为咧铁路高架咧，我相信有熟悉我的人真清楚，我是住伫拄好铁路边，三代人住伫遐，金马路桥拄好伫我的门口。那么我真注重这个议题，尤其是咧过去咱的主题要甲金马路桥、太和边交道为顶一届话较真嘛，讲要甲留咧，我就讲规气卖做。如果为彰化市开始，若无有法度全面甲咱的路桥、边交道、地下道拢拍拍掉，因那里留伫遐。完全是失败的工作。那么为初心甲即届复审的时咧，
我拢总有看到咱交通部提改局、提工局、提路局的官员的大多数，伊拢来支持要咱做，因为台湾的公共建设的技术，我相信这点应该是无啥问题。咱伫北部的五羊高速公路，你去国外去甲看，有足侪工程是台湾的迄个工程公司去做的，我相信这应该是无啥问题。但是，迄、那个林处长，咱敢那唯一的这边9.2公里的这个工程咧，敢那国省迄个地下道无法度去甲拆掉。因为我有深深去甲拜托提工局，因讲的，甲顾问公司，伊讲伫大陆溪桥即架车要压起来，迄架遐拄好开始起跑，所以这个问题，如果那会使哩尽量那个克服。这点的事啊，吼，是不是啊，吼？拜托咱林处长的事啊，吼，针对这个工课。啊，那么为什么铁路高架才重要？万宁12万人，台中都有高架，万宁都有高架，万宁足足嘛，花要20年，即马已经全国第一的铁路高架，即马已经来完成。所以彰化市迫切需要24万人铁路高架。我是认为讲这点的事啊，吼，咱拜托。魏县长的时啊，来做全力的支持，啊，来中央极力来争取。那么，迄天咱5月7到去吼，交通部有一个官员咧，甲我问，甲我问讲，议员恁徛伫地方的角度，如果即马即个时阵，大家拢支持，无声音，一旦啊开始实施的时，征收的土地会有声音未？我甲讲，你顾虑伤济啦。土地征收方法，1999年9月7开始是以市价来征收，而且我甲伊讲，你为从北开始，即9.2公里多数拢是非都市计划区，啊，你征收的土地嘛无济。我即摆请教林处长吼，你是较赞成2轨还是4轨？处长。是不是你给他打破一下？来，请处长回答。谢谢议长哈，谢谢我们黄议员哈，非常关心我们铁路高架化的部分呢。那也如同议员讲的哈，我们真的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也获得相关部会局处的支持，有大家有一些共识。那当然还有一些议题需要把它做一个厘清呐。那至于2轨、4轨的问题哈，站在我们业务单位的部分哈，我们在做规划的部分。我们是以我们彰化发展最有利，还有台铁营运需求，让我们未来彰化的交通能够更发达，还有各方面财务跟技术都可行之下，我们都会来支持。那如果是4轨，你也接受吗？4轨的部分就是能够增加台铁未来在整个的捷运化、整个区间列车对我们整个都市计划里面的交通会有帮助。我了解了哈，如果那是4轨，我嘛是较支持，但是这个费用，我希望讲你会当阁再一次陪同县长去伫中央。如果中央坚持要做4轨，这个费用彰化县政府无一定爱去甲，负担这个4轨嘛。跟中央哪要做，让他去做啊？跟议员报告哈，那个在会后，县长在跟次长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有把这个议题纳进去。那我们在后续的报告里面会呈现。啊，搁而且伊讲的评审委员嘛，有人还搁无了解这个代志。我请教一个问题：伫花坛这个调度场32公顷，这增加的这个费用50几亿，是不是包括伫这个总土地的预算内底？是啊。像你这款情形的是林处长，你是当场的是是业务单位咧报告的是，你就应该很强烈的跟他表示。我迄个阁是国花会呢，国花会骗你。那个，来麦克风打开。不应该呢。跟议员报告，我们整个的报告书里面都有叙述的很详细。是啊，但是评审委员伊是无啥咧管，伊也做大咧。交通部希望我们在15分钟之内把整个简报讲完。那依照以前的惯例，包括在做台北铁路地下化，或者是在做高雄铁路地下化的时候，它的吊车厂都必须要先迁移。所以后来县长也有提出，我们彰化县民的需求，因为整个彰化吊车厂、
在我们整个彰化火车站用地占了将近十几公顷。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个整个车站地区的开，这个会用包括嘛，很明确都要讲出来。有，再来，我要跟你讲一个上重要的问题。如果那是施工，一定要到117年才完成的，这效率是足歹的，要做十几年。其中搁一项，干那环评原地高价，环评要2年10个月。我跟你讲啊，工业四点零，真正那个是环评9.2公里呢，唔是92公里呢。安尼要安怎做？迄、个成本低偌济？当初咱咧讲100年，也决定落去做，到今嘛省唔嘛100亿。免咧烦恼住厂里安怎都安怎，是不是安尼？我希望讲彰化人迫切需要。啊，这个要拜托你。如果你甲县政府、交通部、铁路局、铁改局、铁工局，强力一定要决定落去做。希望讲伫下半年，国发会会当甲偏预算，这2年来赶紧落去动工。以上感谢，谢谢。你们有没有照相？哦，来，请陈教授们演发。谢谢议长，还有魏县长，所有一级主管，还有所有的微微有哈哦，当然，刚我们几位议员在讲那个铁路高架哈，本席也非常的乐意哈，就是支持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公务处，就是说我们铁路高架规划到现在啊，就是从刚刚讲100年到106年，总共有6年的时间，我们都一直在谈这个铁路高架。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光是规划的经费大概花了多少钱？那公务处来，请公务处长回答。谢谢议长哈，谢谢我们陈蒋议员对铁路高架化的关心哈。那跟议员报告哈，我们从我接这个工作之后，在之前的报告哈，那因为我比较不清楚哈，它整个都还没有到交通部去审查。那我们在这2年之内，我们已经进到交通部的复审，我们认为是我们已经跨了很大一步了哈。那所以在我们魏县长上任之后，我们后来做这个铁路的可行性的计划是委托。鼎汉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那经费我的印象中是700-800万，800万，光是规划就700-800万。可行性研究的部分，对。当然，这个规划都要花很多钱呐哈。那铁路高架来讲，依我所知哈，要实施到那个计划完到执行到施工哈，也要有一段的距离了哈。那本席比较关心的就是说，我之前我们所提出的中央路区间车站。我们也曾经沟通了好几次哈，但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案子哈，因为后来我们沟通到最后是两轨道哈，那这是可行的。那我请教公务处处长，这个案子现在到目前进行到什么程度？哦，跟议员报告好，因为就之前议员来跟我们沟通，就这个的部分我们已经。有把相关地方的意见回复给台铁局嘛哈，那后续是台铁局在进行那。是不是议员会后，我再请我们同仁跟台铁局那边联系一下？因为哈，我觉得我们公部门哈，对于这个管定有利息调节啊，这对你啊，拜你选举的选票嘛，真有帮助啦哈。尤其是我们彰化这个我们中央路区间站这边的5-6个里的那个乡民呐、啊，对他们来讲是。也疏解我们彰化火车站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阻塞啦，哈。因为咱从104年就临到即马安尼吼，2年外哈，这件代志安尼已经拖2年外，无多通啊，安尼马上落去做。我干嘛讲吼？是不是我们这边那个没有很积极的去推动？那个跟议员报告哈，我们很积极的在邀请台铁局那边赶快把相关的都市计划送到我们建设处了哈。那因为台铁局他是中央的单位啦，那我们只能跟他建议啦。那议员关心的，包括那个彰南车站的部分，其实，我那天在跟部长简报的时候，我又用一个空拍的图哈。其实我有跟那个正式报告，其实在我们彰化南边那边本来就有一个台铁的土地是设站很好的地方。我在会议上也有跟正式这样子做报告。因为土地的取得没有问题嘛，所以我们希望说哈，魏县长。这件代志吼，都已经讲遮久啊，
哦，啊，咱拜托较积极的，好不好？哦，啊，还佫有就是讲，本身进前吼有提起着讲吼，咱迄个花坛吼 ，U Bike 到花坛呐吼，啊，咱一个自由车的那个自行车的一个观光旅游吼，咱咧推动嘛吼。啊，我请问魏县长，关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来，请魏县长回答。魏县长，我是在问你啦。U Bike 到花坛。哎，那你有什么看法啦？啊，主席好，那回答陈蒋秀美的问题，这个详细的内容细节，我请陈官处给你答复。规划的进程哈。来，请陈官处回答。谢谢议长，谢谢陈蒋议员对那个 U Bike 的关心。首先我要跟议员说明一件事。U Bike 它原始设计的功能不是针对观光客，所以它是属于大众运输的最后一环，所以大部分都是会搭配原来的铁公路系统去走最后的那一公里路。所以这个精神之下，实际上如果是为了观光，它要用另外一套方式去做。那 U Bike 因为它是大众运输的系统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跟原本是捷安特，他现在已经用一个子公司叫微笑单车。那这个公司跟他签约是用7年的，也就是建制之后第一笔钱，我们大概付了一个建制费用之后，后面7年他是要自负盈亏。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要新设乡镇的点，大概要双方都同意。那同意的部分，大概我在刚接的时候，我大概问过捷安特，那时候是捷安特，他大概给我评估单一站，比如说像我们彰化、园林或鹿港。这种已经有了，扩一个点，扩一个站，比如说像文澳局前面的一个点，大概要200万。那如果是像花坛或是彰南任何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大概是6000万起跳，好，大概是这个额度，这是县政府要出的。但是即便你出这个钱，他们还是要评估，因为后面6年是他要全部负责盈亏，他不是单纯只有那个车辆，大家看到好像借车，其实他后面每一个车辆都是用电脑控制。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依照它原来的设计情况，必须要搭配大众运输。其实彰化比较特殊啦，彰化是城管处在管，其他的县市几乎都在交通局。那我请教你，那花坛 U Bike 到花坛，它可不可行？目前初步捷安特那边，我们当初有问过了，除了大概他们认为可以设的这，彰化跟园林大概已经设了。必须老讲，他当初鹿港其实有点配合政策了。鹿港目前是大概每次，几乎每个月我们已经统计很久了，最后10点都在鹿港。政策配合什么样的政策？当初应该是有请他把观光客的量一起估进去，但是后来目前发现，实际上他的模式在那个鹿港的情况营运状况其实不好，他的周转率大概都是鹿港拉下来的，因为他不是给观光客的，观光客用量其实有限。知道，因为以我们彰化 U Bike 的推行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彰化跟园林都不错。交通上来，对于一些学生呐、啊、上课啊，有的是在彰商、彰中、建国哈，他们外乡镇的学子到我们彰化坐火车到彰化，那到那个火车站前的 U Bike 租借哈，它是非常就是最密集的哈，那个租借率最高的，那这个给予肯定了哈。那我们花坛乡呢，也是有一些就是说学子呢，他们呢也想到花坛去做一个，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在发展观光，那彰化我们的花坛乡也有很多的特产品，然后也有很多的古迹可以看。那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把 U Bike 到花坛这个重点的把它放进去？议员如果关心的是属于观光客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彰南在社头田中那一边的业者，他其实有个模式啦。我觉得那个模式相对在投资跟使用上，其实有方便之处。他们模式大概就集合大概20-30家的业者，他们共同买了30部的车，那这些车就让游客去骑，他可以从车站骑。那这个是观光客，他会相对单纯。即便你车辆损失或是维修上面，其实一部车都几千块而已。但是如果用 U Bike 的系统进来，它其实它整个投资费用会非常的高。来，麦克风打开。资料呢，就是會好，我回去请我们同仁把那个社头他们在操作那个模式跟议员报告。Okay, 谢谢，以上报告。来，再请张东正议员发言。谢谢议长。35号啊，针对我们的那个前瞻计划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从中央到地方哦，这几最近都一直在讨论前瞻的这个计划的问题。那因为可能在认知上有很多的有一些的落差，所以是不是这里我们先请我们的教育处处长来解释一下前瞻这两个字，你认为应该是什么样的意思，好不好？来，请公务处回答。教育处。主席，回答张议员的问题。我想前瞻如果就定义上来讲，应该是对未来的规划有一个比较宏观的，而且是有一个未来性的一个计划。那希望对未来的整个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注意。谢谢处长啊、哦。那其实处长讲的跟一般普遍大众所了解的应该差不多。处长先请坐、哦。那这里本席想先请教我们的那个公务处处长哦，因为刚刚大家一直在讨论说我们的铁路高架问题，这个过程里面，包括上一届就已经有编了从中央争取500万的预算，包括你刚刚讲现这一届又编了700万，花了1000多万的预算在这个可行性评估报告跟计划上面哦。那在你个人认为这个是不能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刚刚教育处长讲的那个宏观跟愿景吗？为什么？请我们公务处长解释一下好不好？来，请公务处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我们张议员对整个我们前瞻计划轨道交通的建设的关心、啊、那其实县长上任之后，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整个彰化县哈，为什么一些交通的瓶颈一直没有办法去做处理的哈。那所以我们公务处虽然是公务处，其实我们里面也一部分从交通规划一直做到交通的整个施工都在我们公务处哈。那其实我们公务处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愿景然后我们是希望说整个的交通就是行的部分哈，在每一个县民哈都可以有机会去平等使用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在彰化县，在我们自己可以我们的权责范围之内哈，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去建构一个很完善的路网，那提供不一样的运具，去不一样的运具去给每一个民众去做使用。请处长针对本席，请你回答的部分回答。那再来这一次提到的轨道建设的部分，本席想请问我们的公务处处长，你认为你所提的铁路高架够不够前瞻？你的计划内容，你认为够不够前瞻，够不够达到我们刚刚我们教育处长所讲的，够有那个愿景，有没有？有，我跟议员报告好，其实有。那本席请问你，那中央没有纳入，你有没有适时的向中央抗议反映？那个我们在初审的时候，我们也积极的跟交通部做沟通哈。那交通部跟我讲说，因为我们这个程序还在初审阶段呐、啊，他希望我们说后续能够把这个脚步加快。那所以我们就积极的在去年初审今年复审一直在处理这个事情。好，处长请坐哈。本席这里再强调一次哦，在这里我本席不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对我们的现场的所有议员在说谎话哦，这是一个相当不尊重的一件事情。那本席这里想跟我们的那个县长提醒一下，本席有跟上次我们会有提过要求要我们前瞻计划，我们彰化县政府所送出去的所有的细项资料，在本席最近所拿到的资料还是一样，哦，还是一样，就是有比较细目一点，哦，分了大概3大页，那里面全部也没有说哪一些工作的项目，包括多少钱、多少钱、总共多少钱。本席要求这个资料，竟然我们的处长说这个资料现在不适合曝光，不适合让我们议员了解太多，怕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监督县政不是我们所有议员应该尽的责任吗？那说我们监督也是我们说所有处的局处室应该要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不是？请我们的县长说明一下，是不是这样子？请县长回答。主席，回答张议员的问题。议员要的一些资料，我们都会提供。好，那我们也虚心接受议员跟贵会的监督。谢谢县长哦。那这里也大家各位局处说听都已经听到我们县长所说的，但是其实本席这里要跟县长来说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其实本席你们大家一直在讲说中央前瞻计划没有细部计划，没有细部规划，就在做前瞻计划，都是一些
现在我们很多地也在质疑这一点呢、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计划没有细项就会有结论，会有东西出来？这是不应该的，语法是不合的哦。包括你们现在大家地方各地方政府在讲中央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地方政府也是一样。我现在要的计划，其实不是不方便提供给我，而是你们也跟中央一样，都只是随便写个金额框列一下，就这样在玩。本席这里上次已经讲过，彰化县政府的各局处首长哦，你们应该要更加努力了哦，因为你们对不起彰化县民，真的。那在这里希望你们不要再骗我们这些议员，本席希望你们务实一点，把你们所提出来的这样真的有提的部分，提供给我们各议员了解，到底你们争取了哪一些计划，哪一些计划没有争取，该我们议员来争取，帮忙协助大家来努力，不要再骗了，你再骗下去对彰化真的没有好处。好，在这里以上，谢谢。来，请陈中嘉议员发言。谢谢议长。本席在这边我想请教一下县长，就是有关于我们前瞻计划，我们的轨道建设这个部分呢，我们很开心说有建设争取到了。我们也很开心说有那种就是对我们地方上这种有帮助的建设啦，但是包括其他议员都有在质询的质疑的部分，就在于说这个东西它是我们要的，还是说它塞给我们的。先讲简单的，如果它这个东西是由我们规划，我们觉得说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去申请到了经费，对不对？这个当然很好。如果是他已经决定好了，然后要我们接受，那根本就是消化预算啊。他不是说就这个东西是他丢给我们的，还是我们去争取的？请问一下，到底是我们争取的，还是他那个？你要问谁？县长啊，县长，县长，来，请县长回答。啊，主席回答陈远的问题。其实啊，哈。它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它有五大项，好，那五大项，基本上啊，哈，在这个城乡建设十大信五工程这个部分啊，它是属于哈地方要提报的，不是中央要给我们，还是有一种竞争型的。所以县长，这是我们争取的。还有这个水环境这两个部分是地方要提报的。县长，这个是我们争取的。那在争取的部分，就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你为什么觉得他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讲啊，同样这一笔钱哦，同样这一笔钱哦，基本上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对我们彰化县民是好的，但是我们没有钱，我们是要搭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这样的一个便车，拿到经费。这个东西我们不反对，可是问题是怎么样呢、啊？我们说做一个东西，这个前瞻计划，尤其是轨道建设这一部分，我们争取到一笔经费来我们这边搞建设，那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你有考虑到它的交通冲击吗？你有考虑到它的那个我们所需要的投入吗？我们投入多少钱？我们到底要每年要多少营运费用？到底是对我们来说有多大的帮助？你这种东西都有吗？这个我们有做任何的计划吗？如果说交通的部分呢、啊，其实我举个例子了哈，像很多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像我们说台中的。这个绝缘绿色延伸到我们彰化，这个本来就有了，没有前瞻的时候本来就有，这是因为没有钱。希望我们这个计划赶快列入这个前瞻里面。然后这个东西来，他有说你这个做下去之后，他我们彰化要入股多少吗？我们彰化要保持营运吗？还是说这个东西算是台中他捷运的？台中他们要做的啦，他们要做的。他们做，所以我到时候他们捷运局他们要经营的。你可以保证就是说这个做下去。我们彰化以后不会因为这个而需要支付什么经费吗？不会啦，不会，因为好，那就这样。营运权不是在我们这边。那全部你看，因为如果它整个算是台中的一个支线，延伸到我们彰化来，这个是跟台北捷运一样，它一直延伸到新北市。哎，那个新北市要出钱啊。那是建设的部分才出钱。那桃园捷运他们也是要出钱啊。营运的时候都要啊，营运他们要承担啊，怎么不用？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亏钱的东西，如果台中承担，我们当然接受啊，好东西啊。那如果要我们以后承担这个东西再留子孙，我们当然不要啊。这个，而且你们有做过评估吗？同样的这一笔经费，如果用 BRT 有没有好处？而且呢，难怪我们彰化就只有北彰化吗？哎，我们集我们那个泽民兄他刚说的那个，
哎，我们从吉吉这一边到我们彰化车站，哎，我们彰化有高铁站呢。哎，对我们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们彰化捷运或彰化轻轨，随便你们说，我们彰化的轨道建设不只是北彰化，你这个名称要不要留下来？留到的时候，我们彰化真正需要的建设，然后这个东西如果是好啊，他在台中捷运的，关我们什么事？他要做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全力配合啊。我们不是不要来，这个东西，哎，借用一下。我们原先这个东西啊，没错啊，创新彰化啊，支持啊，好东西啊。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要再留子孙啊，你知道吗？差别在哪？知道吧？你以后要自己准备道具。啊，借用一下，借用一下。我还想拿哲明的那个来用，你知道吗？燕，我非常燕，这个哈，这个其实是有阶段的，延伸到彰化是一个阶段，再延伸到和美鹿港又是一个阶段，这个我支持。那往南延伸也是另外一个阶段，因为它不可能说马上做成。你像台北捷运，它的发展的过程之中也是分很多的阶段的。好，那我要泽明那一张，我要泽明那一张，泽明一丁较好，来，吉吉先一丁，哎，来，哎，吉吉一丁，对，来吉吉一丁，哎，一丁。这个东西啊，你知道吗？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个啊，这个对我们南彰化才是有帮助的。吉吉线，你知道吗？彰化捷运名字留下来，那个叫台中支线，盈亏我们不负责。你知道意思不？台中过来，钱经费争取到，我们支持，我们不反对，对不对？但是问题怎么样？不要再留子孙，对不对？我们不出钱，经营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对台中是有帮助的啊，对我们彰化来说的话，有部分人是有帮助的啊，好不好？希望说这个地方，我希望说我们包括公务处长，对不对？在后面以后，除了一些资料提供给我们东征议员一样，要提给我们其他议员，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的那一种，如果要我们彰化以后参与营运，要用到我们彰化的经费，这部分你一定要做详细的报告，不是说到后面才做环评什么的，不是。对我们所谓的，因为它这个东西，你说全程高架下去啊，对我们来说，我们绝对没任何影响。你如果要用到地面轨道，对我们交通一定会造成冲击，对不对？你征收的时候不要到台中捷运一样，什么还有一个地方说什么有个站没有地方路出来，对不对？它这种东西对我们地方上所造成的影响，经济上面所造成的影响，都必须要有，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县长，谢谢议长，谢谢。来，请您跟议员发言。啊。议长啊，县长啊，各局处首长啊，啊，咱议会啊，所有的议员啊，以及议会所有的同仁哦，啊，记者媒体先生哈，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哈，啊，伫遮我要请教馆长啦，即个爱甲你娱乐哈，你头拄仔咧讲的哈，啊，咱高铁呢，啊，高架啦，彰化铁路高架哈。啊，跟前瞻计划没有关系哦，因为咱早就咧申请啊，所以呢，我直接甲我一直。哦，今仔咱的议会同仁呢，哈，议会遮的同仁，大家拢摕一张。全力支持哈，全力支持彰化铁路高架。哦，但是本席绝对反对前瞻计划，因为这是前坑计划哈，这根本都无相关的嘛。哦，你头拄仔都有讲啊，这咱彰化的铁路要高架，甲前瞻计划有啥物关系？起码是因为无钱呀嘛，啊无钱，干纳入前瞻计划。但是你中央袂用吼，乌白开支票啊，八年八千八百亿，先画一块大饼，啊再来讲八年要安怎开，吼、哦，小英敢有法度坐到八年，对无？这政治一直在变，大家每一个执政者拢有伊想的一套。你啊看啊，咱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哩，小鸡蛋。大巨蛋就停工啊！馆长，你爬起来，咱那个永靖那个农业园区就停工啊！这八千八百亿，伊即马画，无定啊，两年后、三年后换掉台安尼啊！所以呢，这是前坑计划，唔是前瞻计划。他拄啊吼，教育处长咧讲的，要有前瞻性，前瞻性唔是安尼。我会记你，他拄啊因有讲过啊，咱。铁路高架已经清楚多久啊？二十年啊嘛，快二十年啊嘛。本席全力支持彰化市铁路高架，我嘛是想讲铁路高架才能带动彰化的繁荣，创造咱新彰化。但是创造彰化甲前瞻计划有啥关系？我都想无。哦，画一块大饼，你无前瞻计划，
彰化都无法度高架啊吗？敢是安尼？敢有处长，你请你回答一下。无前瞻计划，彰化市都无法度铁路高架啊吗？请公务处回答。谢谢议长哈，谢谢我们林议员对整个前瞻计划的关心哈。那我跟议员报告哈，我们很多的交通建设都是循序渐进的，那如可行性计划，阿个报中央做综合规划，西部这我知呀，起码去调是恁去前瞻计划要讨钱的，但是呐，无前瞻计划呐，你发现甲动落来了，彰化市我都高架无。没有那个，我们已经现在进到复审了啦，啊、高架化跟前瞻计划是整个是两码事嘛。不能因为支持高价就支持前瞻计划，前瞻计划是前坑计划嘛？前瞻计划是为着咱背你背千背百的一只管理，我台独阿你都有讲过啊吼啊，这要咱捷运吼啊台中捷运吼绿线要来跟咱讲啊，加跟咱铁路高价，这是正早内陆计划内底在清楚啊嘛，跟前瞻计划完全是无共嘛，所以呢，本身呢是全力支持是铁路高架，但是。反对前瞻计划了吼，啊！但是我即马阁请教馆长，八年八千八百亿，咱的十项，咱的退位，咱头拄啊轻轨再甲退180几亿，咱总共彰化县政府去伫前瞻计划，这计划八千八百亿，咱有去要退偌济无？总共，县长请县长回答一下，确定你坐偌济？啊，主席回答林演的问题。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我们彰化县政府不是只有针对彰化县政府26个乡镇市，咱拢个吸收起来，当然是愈济愈好啊！不是啊，现在都有提出报告的偌济，提出的偌济，连公所一起报上来哈，将近1000亿，好，那你彰化市铁路高架就将近占了1/3，所以嘛。所以中央这个8800亿，就是开一张支票，予恁各地的诸侯来讨嘛，较大牌讨较济嘛，是不是安尼？这嘛袂使讲，因为我们即马伊那阵有四部项目的话，伫行政院有四部项目，8800亿伊用规划好啊，唔免你搁提计划咯。因为嘛唔安尼讲，因为伊唔知项目，我甲你讲，所以画一块大饼嘛，所以我咧讲的迄块就画一块大饼。大家爱去抢食嘛，就是馆长你嘛爱去申请嘛。我爱去接触啊，比如说新鲜是咱彰化馆长，比如说新鲜愈多愈好，我嘛是欢迎啦。你有法多去掏几千亿倒来建设咱彰化，我甲你拍扑啊，这是上好的。但是未使伫中央遐个画一块讲叫各地的诸侯去遐个吼，大家去遐个去咧乞讨，去遐个咧分遐啊。以往我甲你报告啦吼，建设甲前瞻计划是无关系，吼，遐个钱是无关系。前瞻计划无过，台湾嘛是还搁咧生存，台湾嘛是还搁咧起飞，台湾嘛是还搁咧建设，对无？甲前瞻计划敢有啥关系？ Hey, 你袂使伫遐家干呐讲支持前瞻计划，哦，要支持高价，把那个模糊掉，改空掉的。是啊，像我就支持高价啊，但是我就反对前瞻啊。这是安尼啦，你若讲要用年度的预算呐，吼，政府所做工课都是有限的，都是固定的。好、哦，而且用一个特别预算、特别的条例来通过，这批八年800亿，哈、哦，8800亿，八年8000亿，哈、哦，八年八千亿，还是讲要促进整个经济业绩的繁荣。其实所有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伊拢是建设的，拢为一块大饼，伫咧后人民看啦，啊，就算计搞啊啦。你讲个啥吼？蒋经国时代伊嘛十大建设，讲个紧的就算计搞啊，就像咱台中立线。哦，捷运绿线的台中的捷运哦，要2018再通车，再来到五日，要来到咱彰化，唔知何时何日啦，吼、哦，也唔知何时何日嘞。伫中捷、伫高捷了钱的时阵，中捷有法度搁伫红线绿线了后，也搁有人延伸彰化无？嘿，也搁是一回事，也搁真久的代志。但是呢，起码拢已经有人开始咧炒作啊，因为选举到啊嘛，选举到啊，我来讲。对啦，是先要有计划，后盖才有未来，才有建设。咱先按下个纳入计划，但是袂使讲哦，我临来就有法度来邀来甲哦彰化市，我邀伊甲何必？我会安尼讲啦，伫你还佫两年的临来啦，若准有法度吼，遐、哦、个计划拢通过吼、哦，我就先甲你拍扑啊，迄爱佫有一段时间的啦，无定吼。
咱你准有连任无连任吼，无定也无法度动工啦。议员，所以这议员建设是真重大，爱爱个宽频，再爱个迄落。你好，时间讲者啦，好不好？我不跟你。我事先哦，你时间讲，咱只讲第二呢。是啊，你好讲者啦。我时间是爱听你咯，你啊，你我其他拢。我跟你报告啦。哎，咱之前。咪讲炒短线，咱有阵时是爱替未来人规划。但是，你讲一万年，你讲万年的高价，铁路高价，唔对，我嘛是爱甲你纠正，唔是讲我干啦，干啦一直听你，唔对，我嘛爱甲你纠正啦。是选举到啊，大家拢开始咧讲选举话啊啦吼，啊选举话不要紧，讲了卖超过分子的话，我拢支持吼。啊，有诶，我伫咧讲诶，立宪伫。2018，来麦克风打开。你再来跟咱吃，但是起码已经大家在讲，啊，吃不要紧，我一直祝福讲，你有法度去中央透露最多啊，哦，透露最多啊，我愈甲你学了，但是呢，这甲前瞻计划无共，你透的嘛无一定前瞻计划，前瞻计划无过，咱嘛是搁照常咧生活啦，吼、哦，直接甲麦克这两个甲揪做伙，啊，我知影讲你为着前瞻计划，还甲去用副加，吼、哦，吐加安尼吼，我真辛苦啦，甲你慰劳一下啦。啊！即我爱甲馆长、甲院长报告一下吼。那阵是立宪吼，有法度要过来加成立我们哦，因为要成立一个监督小组。以后县长要讲的说要到和美，要到鹿港，我是希望讲按鹿港区、和平区这些啊议员的，我拢甲纳入里面的小组，唔是干拢去彰化区的。我直接好哦，啊这议员。我甲你报告一下啦，我相信你嘛支持讲吼，我相信你嘛支持讲这气候。但是你都无听话，我就感觉你无听话，好啊，我来找你啊。我相信你嘛认为讲这个铁道吼轨道运输会当延伸到河滨跟鹿港，因为这是我相信啊，但是你若无讲，是啊，你若无讲，你就无机会啊，先讲先呀。哦、对啦，你讲这句就重点啦，先讲先。无讲就无机会，先讲先呀。我讲一个咧，万宁铁路高架伫民国83年开始画，迄个时阵谁人要相信？但是103年、20年后通车，赢过台中，赢过彰化，吼、哦，所以这个交通建设是有讲到机会，先讲先呀，因为政府一定直直做落去。本来就啊，所以你无先来讲，替后边人来争取。我跟你讲，别人就抢去了。啊，彰化高架、彰化铁路高架，甲前瞻有关系，咱就先清楚，咱都已经清楚20年啊。是啊，是啊，啊，所以，啊，咱就希望讲，都有这个计划，咱还去甲钱入去，安尼，咱的速度才会紧，因为都有经费嘛。OK 啦，好，咱是安尼啦，好，好。好了，各位议员同仁，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下星期一的议程是。县长施政报告及县政质询，顺序抽签。哎，还没有登记的同仁，快点去登记哦。那今天是定期会开幕，依照往例，县府在新会馆备有便餐与大家联谊，请大家踊跃参加。散会。